推出新专辑，并在28日举办发片记者会。引人注意的是，他2021年曾在社群上宣布自己将与圈外男友结婚，更晒出两人的婚纱照。当时就不少粉丝纷纷表示，老公也太帅了吧。但关于婚礼仪式却一直没有后续。如今在记者会上，林一星则表示，原本预计是在那时候举办婚礼，顺便登记结婚，但因为遇到疫情，只好先暂缓。后来两人为了替生病的外婆冲喜，则在去年7月登记结婚了。当时也只找了爸妈以及哥哥，也没有特别对外宣布婚事。至于婚礼的部分，他表示可能要等到忙完新专辑才会开始计划，但他也笑说，确实拖越久就渐渐想要作罢。目前对于婚礼也没有特别的憧憬。最后提到生小孩计划，林一星说到自己现在完全不会考虑，也幸好长辈和老公都跟自己有一样的想法，但未来可能会。不过最后还是直呼我发誓，现在生出来的只有专辑。